我们教练一起过年，幸福幸福的过分了，别从那吵着，吵着有用的行。我们瓦子猎人多少钱啊？瓦子猎人，那行，我就播到这儿得了，兄弟们。今天我一会儿不能他干啥呢？他收拾收拾行李，意思姑娘要我交个作业，兄弟们，妈搁那嘎捂着，老铁们。那我行，我就跟他交个作业得了。今天临走，老铁到点收拾我一下子，真的。你说我寻思我攒点体力，我跟健身教练我好好施展一下子。哎呀，真是闹挺。行了，兄弟们，跟王总咱打个拜拜，公平。公平，老铁，咱跟王总说声拜拜。有缘咱们明天，兄弟们，咱们不见不散。有俩，过来跟老铁们说声拜拜，他们祝你一路平安。拜拜。咱们别说过了，这别吓死人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开心快乐每一天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每一天。不是他妈生日快乐，粉丝也祝愿你。他们粉丝别算了，得弄个过档，一笑能得了，下次见。谢谢。谢谢六月不见了。现在有俩跟老铁们说声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兄弟们，新年快乐！拜拜拜拜，各位，拜拜，兄弟们，交作业不弄，兄弟们，老铁交作业了，不好意思了，姐姐老铁耐受是吧？拜拜，拜拜了，各位啊。蜂蜜不弄我都拍了，兄弟们是吧？完了，你们要是没拍货的老铁，可以到五分钟小店里。